每次拍婚礼戏啊，都是我穿婚纱，小葵做伴娘。但其实我知道，她也想穿婚纱，所以这次我偷偷给她准备了个惊喜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好淑女啊，这个好仙。哇，这个奢华，这个适合你。哇哇，真的好看！怪不得说婚纱是每个女孩子的梦想。哎，那边还有。哎，这一些。哎，我感觉这几件都挺适合你的。哦，我也觉得。是吧？哎，这件挺好看的，要不我就试这件。好啊，你穿这件肯定巨好看。哎，你先帮我拿一下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啊，你帮我试一下吧。啊，我帮你试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马上马上。啊！又不是我拍，你让我试干嘛？哎，我俩身材差不多，你穿不就等于我穿吗？我们一同追。干嘛？宝贝太美了，宝贝。你干嘛？这么惊喜，都给我哭饿了。你这个小馋猫，我早就准备了麦当劳九宫格小吃拼盘，还有你最爱喝的无糖可乐可乐。好爽，干杯！美呆了，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好看。